因為屋企人嘅啟發啦，咁我了解到初中畢咗業之後咧，就可以報讀職專文憑課程，跟住仲可以參加職學計劃，邊學邊做。工作穩定之餘啦，仲可以攞到呢個專業認可資格。咁自己本身對機械同工程都有興趣嘅，咁所以中學畢咗業之後咧，就決定報讀青年學院嘅職專文憑課程啦。讀 DVE 嗰陣啦，每一日都好充實。咁阿 Sir 喺行頭咧都好有經驗。咁再加上咧，我哋會去學校嘅模擬工場做實操練習啦。咁所以學起上嚟都特別容易入腦。阿樂做緊在職培訓期間，即係我哋所叫嘅學徒咧，會有段時間跟有經驗嘅同事一起出去做檢查同維修，吸收經驗。阿樂做嘢咁認真，又一直好謙虛學習，所以我特別提名佢參加 VTC 傑出學徒獎勵計劃。佢能夠成為其中一名傑出學徒，我都好欣慰。阿樂同我一樣，都係由學徒開始起步嘅。佢完成咗職專文憑，再讀埋高級文憑，而家讀緊 Top Up Degree。我見證住一個一個學徒唔同成長階段，好開心。我相信會有好多後生仔好似阿樂咁樣，可以喺在職訓練嘅環境認真學習。我哋公司亦都參加咗職場學習及評核計劃。計劃之下，我哋會參考業界嘅特定標準，為學員安排有系統嘅評核，進一步了解同埋提升學員嘅專業技術水平。好似我呢啲坐唔定嘅同學 ，DVE 嘅學習模式真係好適合。我想鼓勵其他同學都放膽發掘自己，發展屬於自己嘅專業技能。